生命电视陪您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。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由世间人真爱对家己了益的人，胜过对家己造损害的人。五点应该加这颠倒拜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，在世间对咱恩德上大的就是父母。父母赐予咱生命和电闪和物质顶生活的一切。但对修法的角度来讲，无比这更加大的危害啊！通过这的妙药造业，而增长烦恼，最终对立地界。虽然对目前看，敢那得到了暂时的利益，但造就了最终的痛苦。因此，除了今生的父母以外，无更加大的怨念。二，因此，咱来珍爱制造危害者，为什么呢？依靠原则所制造的危害，受其领导而得到无量福德。通过恶魔的危害，发起精进，而正常到处地得到一切实地，因此应当珍爱。由世间的人，以痛苦更加贪爱快乐。
五丁应该甲这颠倒摆，应该真爱痛苦胜过真爱快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，世间人虽然贪爱困眠的安乐，不正行的安乐，散乱的安乐，任意美食的安乐，但这个一切都是痛苦之因。五定用以颠倒摆的角度来看，为什么呢？生死相思加种种的痛苦，念修境界加苦行的痛苦，三门行持善法的痛苦。这会当累积资粮，增读最终得到大乐果位，故应当珍爱。二，通过身躯的疾病加内心的痛苦，而对轮回产生出离心，故应当珍爱痛苦。如是，故有甲世间人相违的四种法，就参像买了保险同款，对当个进无忧啊。那么顾着这四种法，这就参存无买保险同款，心中不安。四种法，珍爱众生超过珍爱福德，
珍爱他人胜过珍爱家己，珍爱损害家己的人胜过对家己好的人，珍爱痛苦胜过珍爱快乐。现在自以为修行较好的人，无不宜将修法甲今生的利益掺做伙，诸如以下行为：一，最初各路饮食欠少，而甲某一个部落紧密联系；二，担心被恶魔所害，受持某一个愤怒本尊的心咒；三，担心有饥荒来临而累积财富。四，担心家己的命骨受到危害而造成危机，如果对这行为中被得到获得各位是不可能的。比如说杀了一只羊仔，想要得到可以得罪的羊皮龙，又又想要得到一张丝毫无损的羊皮，是绝对无可能的同款。那呢，应该安怎才好呢？他人危害咱的时，咱无保护而受忍了，故什么人嘛袂当损害咱。因此，若想他人无损害家己，就爱受忍了，就免着投靠某一个部落作为后盾。二，恶魔虽然对恶顶查找做害机会，但恶顶已料知恶者就参存土甲同款，
伫个世俗地中嘛无存在，已经将身躯共用了恶魔。所以三千大千世界的恶魔集中在作伙，也无法度对我做损害。所以最主要的为了在于正恶不恶，你无需要持上愤怒本尊的心咒。三，咱修行人以实生活，虽然贫穷，人心以已知正法，正法已知贫穷，贫穷已知死亡，故是一切具有信心者的共用福田。因此，一切财富中最重要的是无贪，无需要累积财富。他人对咱虽然无恭敬行为，但咱自身无有狡诈，故最终咱会得到他人的尊敬。因此，得到美名的根本是无有过失的意乐加行为，无需要诈行为己。前阿瓦格西阁讲，依靠灵悟甲幻悟两者，增长一切烦恼甲颠倒，尤其是灵悟者对咱危害深重。通过文殊修行的智慧，所谓摧毁的对境，就是灵悟者。如果咱如文殊修行，五智如增大，相续中的嫉妒心比纵占鬼搁较大，忍辱心比下牙糖也搁较细，这就是文殊修行的智慧颠倒的象征。
外在的显现虽然一无所有，但内在的物质却丝毫无损，就像存纸币放在面前，你家己下向远处。采纳稻香深拿，撒去草地了。残存魔鬼伫个东门，却甲十字转向西门同款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管不抓啊，国之将亡，必有妖孽。那想啊，我进不来哟。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，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。什么业务啊？打诈新司法上路喽！每当个该挂名怕公狗，严惩诈欺犯罪，最重关12年喽。全民来打诈，反诈165，反诈有你我。打诈新司法，加重刑罚，共同打诈。随时注意气象报告，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，避免出门。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、饮用水、简易的急救药品。盆栽、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。一旦发生灾情，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。准备好紧急避难包，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。提早做准备，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。问情圣意与世俗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：圣意是超越概念心范畴者，世俗是不受意志的经验者，它的体性是任何可能的迷惘心境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，当你向内看着世俗，你发现世俗中并不包含任何概念心的范畴，在体验时反而是空的，且并非由任何事物所组成，这是将世俗自然消融而成为圣意的要诀。是为了要帮助他。
请问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，此岸是指轮回的现象，彼岸是指超越轮回的现象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，向内看着属于此岸的一般思维心，由此看见它是完全无实质的，是无可理解的能知，这是所谓的到达彼岸，是将此岸消融而成为到达彼岸的要诀。请问昏沉与觉醒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，昏沉是由于厚重的心意遮障而无法理解任何事物，觉醒是鲜明地如实看见初始的本然状态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，向内看着这个不了知无理解力的心本身，不要质疑心是否了知，由此看见它不含任何体性，而是清澈且无遮的，这是让昏沉自然消融的要诀。请问爱与憎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？上师答道，憎是厌恶另一个对境，爱是喜欢另一个对境。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，向内看着触发憎恨的对境，并看见它是空性的，没有任何体性，向内看着激起慈悲的对境，并看见它也是空性的，不具任何体性。你所憎恨的敌人是心，你所挚爱的朋友也是心，了解这心是空性的，非由任何事物所造，即是让爱憎自然消融的要诀。生